来，好，小心。五百的。起来啦，小心。来，上门面条可以来。米雪这样知道了哈，老板可以。米雪这样知道了哈。啊，你可以啊，你传讯给他，他在。里面有二十片，七点就七点的时候会回你，会七会回你。来，遐多阿伯买着，含阿好阿伯，含阿好阿我来。来，钱传落去啊。高潮接着一场，一波接着一波，来，含阿多阿三妹，含阿。两份，都两份。来，含阿来。这边都两份。来，含阿来，吃。拿两包。哎，来，一包就是两包。哎，拿两包。来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各位观众，存一克啊，你阿伯啊，这个叫干贝酥。虾子哈，我马上卖。来，有价位不？哦，来，咱的物件有济不？足济物件你都捌看过，对不对？来，虾仁我卖完了，另外你看下买虾仁，剩一袋好不？对啊。要吃的来，四只、五只、八只、一百，这人买一个干贝酥，等于煎等于一，六个人去拿六个客人而已，一百块完了干贝酥，一百块来，一百块干贝酥，人要吃不？十只玻璃。十一粒、十二粒、十三粒、十四粒、十五粒，无你干贝酥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啊无十六粒好无？十七粒好无？十八粒、二十粒，一百块干贝酥，靠幺二十粒，一百块够好，够够干，一百，啊都可乐哦，三个尔，干贝酥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大哥拿钱交了，干贝酥很好吃，一百块，快讲啊，我加嘛，我这两个都上你。半粒啦，靠幺六个好，两个上林半粒啦，这边一整粒半哦，对，那个他们宅配，宅配跟直播看的数量是一样的，宅配跟直播看的数量是一样的，生命危险，好来，不一样吼，祝轻松快乐的，哎，哎，钱包有，有，有。虾子一个五百，那个虾子要一个五百的，你要三百的还是五百的？有分吗？你用几嘞？把小姐服务一下，来来，菩萨曼开三千五千，一人一份两份金咩？我就特 A 级哦，来一千块给我来，一千块的菩萨曼，一支就三百八四百了，两支就八百了，我找啊，三家千一来一千块，这家个千二，这家个三零，来菩萨曼一千块一个人拿五支哦，来一千块那个菩萨曼来，来喜欢菩萨曼的动作快来一千块，到上面讲菩萨曼不来啊，来哦谢谢，来阿妹吃虾来。来海北，卖俾我翻，卖开始八千，就开三百。变啊，阿多已经无俗啊，维持即卖嘛继续加俗个咧。五个人去买一半，这样开两百块完。来两百块来，四个就好了。变五个来，四个人去买倒来，一半卖不千块啦，你听好无？来两百块来，海北两百，为下要食虾啊，今年两百块呢啊。哎呀，你银钱够几年可以？没关系，来两百过来，来五百的找过去，来我找五百找。我再叫陈老头子去接他。来个一年五百啦，我再叫陈老头子去接他。来，你要几万？来，今年两百万，有啊，家小姐在找啊，卖金雕啊。区区五百块，我们不放在眼里，我一定会找你。我爸来，我开来讲，我爸好，我绝对找你。来。贵七点哦，这里四个而已，要播三个对哦。哦，来海北来，龙王云南来，来卡拉鸡腿堡啊，上个没进来啊，什么人点没卡厉害啊？哦，这拢欠费啊，各有人听，还买起？哦，红龙西瓜卖卖啊，来按牛肉汤来，这蛋几好啊？牛肉汤情况好好啊，来要吃牛肉汤的来开沙发杯，来给他杯两百块，两百块来牛肉汤。这是那个即便鲜的哦，是我们的羊肉卤、牛肉卤那一间做的，非常好吃哦。三个，来，套鸭换三八，再换两八。三个，对呀、啊。然后来两八换了三包，来啦，这包给我一来，牛肉汤一个人拿一二三四包给你们喝下。来，两八好有米类的，炖不放米啊来。牛肉汤来两百块，够人啊，没买到不？进来来，两八好来，没买到就好。哦，还有，牛肉汤两百块啦，来，要几包？想要送。来，牛肉汤五三没买到。没有啊。都买到了吗？牛肉汤几十万。你等一下再跟板娘联络哈，再跟他联络。好，一小弟，呀，条外边啊，会低烧，条外边会低烧，烤鸭看变烫了。来牛肉汤，前面买到的，快，两百块而已。我准备牛肉汤，两包包冷包的这些碗来，四包拎来，一包啦。挂点饼干吧，两百块，就是这个手跟这个手，那就两百块。
阿丽阿妹妹，牛肉汤拢关掉哦，来小姐再一份来，赶快。来，还写存两个人，没有牛肉汤哦。好棒哦，这很方便呐、啊。都能要出国。加热哈、哦，啊加面下去滚滚一滚就是牛肉面了。来，能办公室什么面的？再帮我们安托蛋、哦。来，小姐一份，赶快来两百给我。再帮我们安托蛋。来，最后一位喽，牛肉汤果啊。来，能办五日三特，好，谢谢。真的没有牛肉汤的，一楼。公杯牛肉汤有八条哦，有啊，哦，唔得，无八条呢，无八条啊，卜阿虎啊，跟我无关的啊，来，我都怕哦，嗯，要没外没得，阿虎啊，就怕，哎，鸡块鸡块，啊，不过这阵啊较精啊，伊较公较唔敢起身啊，最近无遮大，最近遐大哦，没伊啊，来，来红龙鸡块，来喜欢吃的一包220了，两包真的就是要卖你400块了。嗯啊、来，两包这边哈，我没有卖单包的。你要两包，我小你了，你都不要紧。来，三包红龙鸡块，来300块，两公斤哦，一包一公斤，两包两公斤，不是我发。来，三包过来红龙鸡块，来，想要吃紧嘞，足好吃啊！因为红龙鸡块真正好吃啦。三包好红龙鸡块够不？来，300块而已。这样不要。下次再问老头子。不要，不要希望。我到时候再跟你们讲。来，三包有人无关掉红龙鸡块，紧嘞哈，无啊，剩无介济啊。来，一包200几块，来300块200你来，啥物关掉物件？拢关掉。红龙鸡块没来啊？我来感谢你来，为了两包300红龙鸡块，欢迎。五万五万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啊，我旁边在聊天呢。我玩笑啊，你想要逃避一样。哎呀，敏感啊！来，椒盐排骨酥，排骨酥好吃，一包卖90，两包卖800，要吃200块啊！都排骨嘛贵起哦，恁大家买得好啊！嗯，卖一摆尔，排骨酥发一摆得啊！无几个人客，一斤一只好吃，我较早捌买过，但是后壁吼做袂出来，所以就无买啦。一个客200我都让恁去吃，来100块啊！来，椒盐排骨酥超好吃的，100块就好了。我不能买一百，盲蛋啊，盲蛋啊，哦，老死啊！你内行的拢买200、300，佮有真正买100块嘞。我是挑干买，互恁买对啦，唔是这一包一百，两包佮买100嘞。来100块，来椒盐排骨酥，都有买到了吗？100块，牛奥良鸡腿排哦，来100块，最后两个人客100，拢准备了吼。100嘛，佮有哦，阿牛奥良鸡腿排也还有吼、哦，你们还没有买到鸡排、猪排的，稍等一下哈。来100块，够三百条。椒盐排骨酥拢买条哈，全部几包呢？要煮哦，佮要烹一摆起哦，一阵仔烹得了。来，被大我啦。羊肉酱吗？羊肉。来一个人给你啊，来300块。这米托特，这是米巴贝比托特较好的物件。来一个人给你，来300。中包啊，慢个话。北北阿姨买来煎豆吃，破面买来煎真正甜，把真正油来300，招一个人去吃来300块，300。我靠呀，剩一半北北买无人买金钱哦。哎，这500就买完一半嘞，来300，这下你买200我好，今日了了后日呐，比较少个啦。来，阿要吃北大来，我买着。加油，你给我讯息没有用。来，北大买500来，来六条恁来。加油，你给我讯息没有用。来400我好。白带的中国要整得较紧的哈，来300块给我来，白带300块，先招一个人去吃无？来300，大大哥搞旁边嘛，啊恁村里有要吃白带的？来300，我经验钱，我经验钱，我了了，我了了，这一摆了了，来300，来挂开挂开，我个三，要白带400块了，要不要300嘞？来300要得啊，肉干咱用较短，我看到要惊死。惊死！来300，才八块啊！讲真诶啊，300块卖你足俗啊啦！为虾米佫无要倒互你？因为佫要送，这两块佫送。十块啊！真诶！虾米足贵诶？你是咧讲啥话咧？我本来是早来咧卖啦，虾米肉排足贵诶咧？来12块互你，来300块来。你要你爱爱还我，阿我靠客出来，有钱我是一回比较少啦。来300块。干这么久不多，你做鬼是攻三回？不会啊，不会酸啊，一点都不酸。我干过10个小时的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那热牌卖像安那那卖啊？做鬼？干过十个小时，这还好。你规气讲无就好啊，那你就慢讲啊。来，来，来，都好食的。是啊，攻三回。
你啥都矮哩，我来第一种品质的啦。没有啊，我唔对哩。好安喏，阿有啊，看袂安怎啊？我唔敢喏。安怎？我敢会死个。有人无看到无？拢看到吼，来最后一个无啊？来三百过来，来六个，来八个，来九个，十个，来三百，来最后一个人计无啊？来赶快十二个我哩，你好咯，来大鱼来，三百块，最后一位了，第段三百块报啊，来这边哦，哎，没有了，谢谢你，来好啊，那第段没有了，来，怎么可能很酸？怎么可能很酸？拜托，卡拉鸡腿堡出现，哦，是哦，不是啊，这是卡拉鸡腿堡，拍死，是嘞是嘞，这样子劲辣和结实，这边要明明的给其他客人讲卡拉鸡腿堡，嗯，来，盖吧。啊！不会啦，不会吧？会吧的，会咸嘛？袂吧？小辣啦。劲辣就是会咸，但是吼、哦，我讲真的，叔叔遐吼，这种鸡腿吼、哦，几乎都是辣的，可是他们的辣的真的很好吃。他们不是那个传统的辣，他们的辣是带香气的辣。那这个包点，我很包多点啊，来，我包包能。我现在开始到现在才两个小时而已。我包能。两个小时两小 case。来，我包能。我想到唔到啊。来，我包能。来，我包，我包两包我，那烤鸭一包买，一包买好啊啦，烤鸭买一包买两包上济，一包二啊五来两包了，两百块来，都炸咩炸咩啊？炸好来包好了，给你一包一公斤是的哦。两只就四十九块喽，来一百五，香蕉姐两个，金大二姐是，来一百五就好了，小莫买一点二公斤，哦，你准备吃哦，一百五够了，没加二节翅吧？对，来一百五，一百五，他马上买就快涨价了。来，大伯今年真真季节，其他锅做好吃，配茶配烧酒吃几顿。哎，洛啊，你是咧赶紧哪位？你成功哪位啊？哎呦！你嘛，其他辛苦些些，那插队，那那前面啦，带个背啦，你冲哪位？来，今日百五拢话未？不该原位。劲辣二节翅都有了哈。哎呀，一包百五块，哎，六只的百五啊，六只就一百五了呢。来，大哥来，开始。来，这一包干了，六只。来，找大哥哦，我甲收两包。来一百五个，来买袂了无？今朝结束。搞一包，搞一包，搞一包。来，大哥要一包呀！今天啦，这要这足好吃啊！这要一包，你绝对吃袂到。来，来一百五来。电脑包好一头啊！你先落去弄啊！来，百五存一包，买了没有？鱼泡买葱抓饼。来，一百五最后一包了，没有了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冰卷哦，哎，没够呢，我卡在。我刚刚讲了一下，你们讨论到哪里去了？我作战还是别啊，干杯输好了，干杯输好了，不好意思，忘记给你们了。来，干杯输，度假三妹来，干杯输，很竞争哦。干杯输来，干杯输来，干杯来。你今天是，你我跟你讲，不啦，哪个人开的？啊，这是小包的吧？亏掉吧？趴到地上。哦，蛋姐，只有人把你赶走了。你以为起跑现在很简单哦？啊，你甲走起啊！伊包不够了吧？诶，所以包我得了。你那拍谁啊，大哥？来，阿妹吃冰卷，阿蛤蟆都话者啊。在地上爬，我叫人笑我靠呀！我叫人等你两点钟啊，未敢买，你是知吼？都要有。来，都吃咩？我叫人下手。都要有权利金。拢走啊！权利金。我系讲唔免两百，我拄啊前份拢五百块咧卖。今麦要吃花叫人一半卖一百哦，卖较紧卖哈，咱才赚两百，看到都搏啊！今麦特价。你若爱食，买两份，买三份，因为伊会叫人直接起价啊。我袂安尼，只了一百块，来一百块，这样买一份来，等于真真正正来一百块就好了。一百块，阿姨你买两百，二谢谢。来，你等下看两包的对吧？会叫人，来会叫人一百块，一百块花出来，来一千就是两份。来会叫人一百，进来，要吃会叫人进来。要收人会叫人起价，搁你花一百块，你看空了无？来一百块都有了哦，来切两份，没关系，很多人。喜欢吃喜欢买那就够了。来，我叫人一包，对不对？啊，小蛋姐，小蛋姐，小姐帮俺弄嘿，七个吗？花枝丸七个哦嘿。来，你剩掉的对啊，剩切的就对啊了。哎，来，二十颗啊，二十颗。来，阿妹姐，这里唱。来八个。八个花枝丸八个。来，东大门私密味噌鸡腿排，哦，要收这什么名都够等啊，一支八十块。行好一支百二块，你家等下蒸，家等下烘，家七十块，三支唔要三六三百，来两百块我都，两百块来，
这已经这是规矩的鸡腿哦。来，我要吃200块，多少买了？日式鸡腿排，日式味噌鸡腿排，来200块来。好韩式诶，对。东大门日本嘛，我较听人家讲尔，日本嘛一个东大门。有啊，泰国咧。来，我硬要坐你。泰国咧。泰国嘛有啊。来，叫姐妹200。我看完没有？阿伯，鸡皮疙瘩了。我们花枝丸2份。在后面包小姐。哎呦，我头唔是讲包好就来讲啊。我们前面没有在包。没啦，没无去，来240斤了，我要吃汤饼，我给我拎，那没啦，公斤这个物件不可能来拎啦，我是来送来，来过给你，做汤做吃，6斤没事吧？没走无来200，200块来，我白白来，200块来，来大姐呀吼，来200块，赶快拿钱啊，卖完就没有了哈，来加3斤，来4斤来五斤，来6斤我拎来200块等。来200块来，给你，赶快，我们东西真的很好吃啊，用煎的，用炒的，炒炒锅的。来200块，俊辉哥，来200块，俊辉哥，收到，请回答，俊辉哥。哎，进来哥，太想我了，不，太想你了，一定起来看 Vicky 妹啦。你今天有来哦？来，没看到 Vicky 妹呢，小看我的意念。大嫂，不要跟 Vicky 妹吃醋哈。哎，来，我跟你讲。会撑鸡腿，赶紧来200块。哦，有人无记得无？拢记得哦。那我收来啊，烤腰6斤200块，比较好味如多。俊辉哥，别别来，哦，等你等来起鱼饺出来，金爪无买着鱼饺。来，好啦，我知影人点冰卷啦，吼。今天没有码头，今天没有码头鱼。来，没有码头。啊，我不要碧螺叶，看你一定在里买呢。都一样的奶茶哦。拢是阿婆的奶茶，这边奶茶，这边明哥不是奶茶，还是小奶茶。来，我吃冰镇的来，好大诶！我今日做大只呢，把紧棺材大只。这不是奶茶，是什么茶？来，一只切好就超过200了，怎么煮不要煮了，拜托。等你退冰，头盔如果头盔了，等你退冰，你忙顶做派切。退冰了得啊切啊，切落一块一块都。你那个用好，甲放喺盘顶面，沙拉甲淋两条啊。餐厅咧做，下底个有铺个咧菜丝啦，餐厅是安尼做啦。然后一杯就买几啊五，三杯就700啊五，你买500算少啊，来300块呢，300块冰卷，五个人去买会到呢，一只嘛袂多请你。这真正外口卖无少哦，来300块来，一只不到80块了，来300块来冰卷，300块来，这是好东西，真的很好吃哦，没有买过的赶快试试看，我卖你们超便宜的，来300块，阿姨要2份吗？来300，你纯洁的给你哦，冰卷来300块，阿姨要买2份，来大哥要，来哦，你准备到那边来，你全部一千块我搁要赚过来，没有呢。春天来三天，我无炸过了，开始。礼拜一还会来吗？礼拜一再来，鸡腿肉卷，礼拜一我把它带出门。鸡腿肉卷先买，再炒米来，对，心情也冇好。这个上次有买到的，有买到哦、喔？没有、喔，我一顿是不会丢了。玉香葱肉派，6个客人，没有买200了，中国价来700块了，拿给让给你，六个而已。几条还要问几条？不用问几条，4条了。人家用炸的4条100块，你用煎的就好了。5条给你，6条、7条、8条、9条、10条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条，最好三个人给700块。气够吗？没气啊，这不会的。拿钱拿钱啊！为什么不拿钱？这是不会的跌啊！这是好吃的东西，我很少卖的。来100块来。一个人15块给你，冲我拍700块。4个。好，谢谢大家都。5个。他等下，俊辉哥得个咩呀？没完了。下一个，冲肉派。来多利鱼无啊？多利鱼2包卖500，2包卖400，来300后来多利鱼1包1公斤，来2包给你，不用500，来300块来。莫奇莫贵耶特勒西，它没有吃特色，就是没有骨，也是没有皮，而且肉质很嫩。哦，来，我们进来2包中皮，500倍、400倍、300，来200块来，2个客人吃，不是1包200，2包都给你，来，这也袂紧的，来，200块两，最好一个人给多利鱼200块来，大姐要吗？来200块，好了，来，进来，好，我要来，我
吴大姐来这边，现在拢会当下物件，迄摊盘拢会当放物件，嘿，迄无鱼啊摊摆啊，迄鱼啊拢我变了去啊。来，红带鱼我毋是卖了，哪个有红带鱼？欸，我明明刚刚卖了伊啊。哎，人全部来下啦。来，一只就三五啊，这恁若办桌，恁咧吼包红包去食办桌，拄着啊拢会食到一只，毋是石斑，啊无是大尾海螺，啊无就一尾红带鱼，对吧？这应该恁较少食着啦，因为这个鱼啊较少。虾米应该不是蜜姐。来，无啊，我要出钱。哎，真正无安尼。来，拄只人买三五，我还讲唔买三五啊，三百。俗俗还佫买两百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安怎做？拜托的，你莫佫做啊。加热就好。已经经熟的啊，回去你加热就好了。哦，这也切切要叫你做，你也袂晓做啊。伊这肉足甜足油，这肉切就像咧蒜泥安尼，人都爱切只呢。一人买一只，买两只，你爱脚手干咩呢？一只买三百，买两百，来七百块嘞。姐，你两只。我吃人家哦，你呢？这吃一百要第四啊，怪贵。无啊，剩几只尔，了了哩。收两个尔哦，算堪慢。一个买两只，来七百块，最后两只。